喂，你刚是谁啊？不是啊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说先借我过啊。什么先借你过？你连八、欸！你在凶什么？你连八什么啊？我轻轻八，我是行人，你八多拉伸啊！但是你在中间啊，我是行人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看现在法规？我要在中间吗？有关民众于网上所发表之行车录影画面，该路段为未划设行人道及行车分向线之道路，行人应仅靠路边两侧行走，并且随时注意周遭，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聊天而未注意周遭车况。警方呼吁，遇有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，切勿挑衅对方与对方发生冲突，因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